小姐，咱们干嘛玩啊？啊，红娘，你看明月当空，这星光映在池内，又是棋子一般。去棋盘过来，我要下棋消遣。啊，你要下棋？好吧，我给你拿棋盘去啊，等着啊，别着急啊。喂，起来。我摔坏了，起不来了。你怎么起不来了？摔坏了。你们瞧啊，张先生他有多么倒霉，他的好机会来了，他又摔坏了，起不来了，真倒霉。哎，什么机会来了？你不是起不来了吗？我听见机会二字，我就起得来了。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。一听我告诉你说，刚才呀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，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。怎样讲话？我说你是一条狗。你又来了。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，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。他们要下棋玩耍。哎，张先生，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，你看好吗？此计甚好。如此，张先生，你要老老实实